人家115块钱可以做到75块钱，我们平时没有疫情的时候他们都不能买到这个价格，人家为什么能做到？我们要的是公平公正公开。然后你们这样的吧，然后呢居委他不也同意了吗？就是物资的统一管理，大家的话能把物资解决好的话，大家的话就安心在家里面好好配合咱们居委，然后在家里主要是团购太乱了，都可以团购，行了吗？团购没有市政府的人来消毒，物资消毒，我们居家也不少天了吧？让一下我们居家也不少天了吧？但还是有羊，有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？什么原因？为什么有羊？就是你们今天拒绝处理猪羊。我们什么时候拒过？是不是就这一次拒过？你这样讲的话就不对了吧？物资没有。以前做核酸的时候，大批的排队，是不是交叉感染？最近这几天才改善。四倍的价格，团购的菜有统一消毒吗？那边有摄像头的，可以调出来让我们看一下，有没有经过正规的消毒？有没有？把这边视频调出来，我们大家都看一下。那边有光纤的探头，不是你们这边有，那边肯定也有。人家拒绝。你们可以做出来吗？把门口的探头，把所有团购的物资探头调出来，让我们看个明白，让我们死个明白。没有做好团购，搞过一次团购就没有。团购，那为什么小区的团购都可以？所有的人都可以。还有我们的小区的阳性是越来越多，每天都在增加，每天都在增加。每做一次核酸增加一次。他妈都快2公里，我操，做核酸快2公里。每做一次核酸增加一次，每做一次核酸增加一次，我们都不敢做核酸了，谁还敢做核酸？我们今天都没做，怎么？这怎么做？还能怎么做？做一次增加一次，什么时候解封？我们也买不起这些高价菜，知道吧？这个菜太贵了，买不起。工资没有，反过来你们简直不当真。我们反复放，本地人麻痹大。再富着，我们高价的菜买了，你认为我们能坚持多久？你听我讲，好吧？现在都大家都不容易，我也知道。我们都隔离这么长时间了，实在是撑不住了，知道吧？实在是撑不住了。我的账单，不要拒绝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钱了。我们现在都是从手机里面借的钱去生活，我们可以共同抗疫，但是要有一个正规的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不是我叫什么名字，你可以把我抓进去，但是我说的有理有据，我可以。叫什么名字？我身份证都可以给你。我石龙路派出所的董志清。草头黄，黄赛星。黄什么？黄赛星。身份证号多少？身份证号34002199113100。是这里的。我没有说聚集，我也是盯着来的，但是我就发表我的意见。